胎集嘅時候啊，咁啊比較慢少少咧，嗰只心激動嚟嘅啫。咁啊前面快嘅咧，分別見到好戲連篇啦，外邊係滿愛念嚟嘅，出邊位置就好連月嚟啊。咁啊中間位置咧仲有啲正及時啦，後一格嘅馬位咧分別見到狂火咧，暫時係僕住第七位度嚟嘅。起步慢咗少少嘅心激動咧，亦都上翻嚟啦。出邊藍色衫兩隻爽蹄嚟噶，大外檔方面咧就順走橙地，後一格嘅馬位咧忠誠名手啊，拼先馬，再出邊位置咧就純金條啊，暫時電腦嗰四匹馬啦，千禧茶室就暫時喺尾四位置到啊，僕住喺佢隔離嗰匹啦，咁啊正係正及時嚟噶，咁啊喺曬後邊嘅馬咧，分別仲見到咧就急速捉地啦，就暫時比較後啲啦，仲有隻多情暢遊啊，走住個三疊嘅，前邊啊帶緊頭，仲有隻好連月啊，佔先一個馬位，守住個第二位咧就係高大型男啊，內欄第三咧嗰匹係頂級名傳啦，中間第四啊好戲連篇啊，全程走住個外疊，仲有愛滿愛念啦，內欄方面嘅心激動嚟嘅，中間位就用盡計策啊，走住個三疊咧就順走橙地，後邊僕住啦，咁啊忠誠名手啦，然後外邊啊爽蹄啊，後一格嘅馬位先係純金條啊，走住個四搭嘅，內欄啊千禧茶室睇下點樣揾位，中間仲有啲拼先馬喺曬後邊咧，就正及時嚟噶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好連月啊，仲係佔先多啲嘅，中間啊慢慢蠶食上嚟啦，分別啊見到頂級名傳啦，入邊僕住個靚位啊忠誠名手啊，外邊打緊衝鋒啦，分別見到仲有啲好戲連篇，最後二百米到前邊頂級名傳仲係佔先多啲啊，內欄上緊嚟忠誠名手啦，中間轉上嚟仲有隻狂火，大外檔嚟緊啦，多情暢遊接近終點之際，前邊頂級名傳可以到噶啦，出邊上嚟睇下咩跑第二嘅啫，多情暢遊跑第二啊，第三名咧順走橙地，第四名睇下咪隻狂火咯噃。好啦，見到薛恩啊贏咗呢場啊頂級名傳，最後香港呢邊係大熱門嚟噶。咁啊多情暢遊潘頓跑到喎，跑到第二，留前鬥後咁，雖然走住外碟都算跑得唔錯嘅。順走產地跑第三咁，應該三四都好近喎。